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仔日甲大家介绍的这字台语有字吼，就是这字啊，咱等下看到吼，这字北京语念作人人的，都设立内人，你捌听过啦吼？就讲啊，外表看甲作用是强威安尼吼，外表安尼做啊，其实内底乱七八糟，叫做设立内人吼。但是用台语念这字有字哦，这字叫做烂吼，烂大家一定捌听过，烂烂尾毛一波塌，就是这个烂吼，啊这烂就是一个草啊头，啊一个任性的任。字义读作烂哦，台语读哎，台语的念法叫做烂哦吼。啊烂吼，即伊咱注音内底无即个尾音吼，无即个 M， 所以阮用即个罗马拼音后边啊，这两个倒做伙啦，拼装车就对吼。大家听得知烂吼，就是很弱的意思哦。即只牛作烂的吼，啊，即个运动员作烂的，他也招输人吼。啊，即只马吼是老西马，哎，我马英九，你们搞搞咩回事？即只马大只烂。啊！走咧赛马，走输人做烂的，就是自己烂。只有你台语念做烂哦吼。啊，你若要念北京语，是读做设立内人的人哦。安尼听我吼，今天介绍大家有几谢谢。